Hello，欢迎来到日本道明今天的直播啊，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啊，这个是阿克最不拿手、最害怕的游戏啊，这个零怒霜什么之巫女啊，看怎么念呢、啊？总之呢，这个游戏系列呢，我是非常非常的苦手，从以前到现在，每一代我都会入手来玩，然后每一代玩不到几分钟我就把手把丢掉了，吓都吓死！我记得第一次玩是在 PS2 的时候，零的一代玩的时候是，天干被搓啊塞，真的是。对，所以这一次的话到底如何呢？不知道。算我吓得要死，结果我还给他买他妈的数位豪华版，为了想看泳装，但是有衣服可以换吗？不知道。好，马上就来林红蝶，那、不是林红蝶，乌鸦之巫女。ちょっと怖いね。本直播随时都可能会停止哦。吓 都快吓死了！我同家关了柜了。怎么在没有任何征兆下突然的消失？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无法得知失踪者行踪，遭遇神隐的少女生，她已经在被水淹没一半的老旧镇中显出来，这么恐怖。我记得这个好像在以前日本大明不知道有一次 VU 的介绍，我好像跟宫女有直播过，好像玩下也是吓得要死，但是我都已经忘掉了那时候到底在玩什么。对，就是一堆的头发，头发。不能立刻换衣服吗？好暗。我今天玩的是 PS5 的版本。可爱哟。身材都那么好，走开！把它当成僵尸就好了。僵尸，不见了。国外的，得赶快换衣服才行。PS5 是可以，还算 OK。
感知过来的考证。来，大量的头发，原来是贝姐贝欧内塔。你要想成他是贝欧内塔，就不会那么恐怖。国建比旅说安安哦，感谢国建的音乐阿里阿德森马三安。
干，还没开始，我已经有点皮皮出来了。这里之前在日本道明，以前在麦卡贝的时候有直播过这边呢，不是？对啊，就是那时候在节目里面跟库里有玩，但是早就忘了。对，这对我来讲是芯片。重点是这一系列我好像都没有玩超过一关。真美。探し物は多分ここよ。ここから先はあなたがやってみて。これを渡すわ。摄影機。このカメラは見えないものを映し出す遮影機。なくしたものを探す手がかりを。国建比旅说：“你标题没改。”我标题没有改的。初めての仕事。欸，真的没改，好，我改一下哈。あなたならできる。看，吓到我都连标题我都忘记改了。少し練習しておきましょう。扱いは普通のカメラと同じ。構えて何か撮影してみて。どうしたの？普通のカメラと同じ。改好了。ファインダーを覗いてシャッターを押すだけ。要溜走。对，我那时候在拿那个 VU 的那个，在那边弄半天的。Shutter 是。遮影機が映し出すものは隔離よ。つまり隠された世界。それはどこよ。死後の世界に近いもの。見えてしまったものはあまり深く関わらないこと。黑泽美花。気をつけないと隠れよに引き込まれてしまう。いいね。再拿起摄影机装上下按 L 远离花，同时拍摄两个圈，这样子。找出第三个。国建比旅说：“这一开始都不恐怖，没有鬼怪，拍妹子很赞。啊”真的、哦，这一开始而已，是后面就都很恐怖。按住然后换锁定状态下，用 L 拍摄。国建比旅说。大概可能有半小时吧。不是哦，可是我到现在就已经卡关了。这个是，哦，这个叫自拍模式，是。拍妹子当然是要拍胸部啊。
好了，太够了。私がついてる。安心して。行きましょう。その写真は暗くなる前。弔い写真。死者を弔うために撮られた写真。怖い。レンからの依頼なの。その写真はここで発見されたものらしくて、他にもないか調べてほしいそうよ。なんだ？马上就挂了几家会员。近い近い、後面有一只。どうした？ユーリ、待って。気配を感じるわ。それはヨスナが見せる過去の影。残影は目的のものへの手がかりになる。影を追いましょう。可以不要吗？嫌ですね。捡东西还要按住，不用了。什么时候可以换衣服啊？好想换衣服哦。这个有买 DLC 的，但是换衣服要新手教学结束吗？选项的设定。这用动态好像有点尖，先试试看用一般的。是探索模式。この部屋かしら。鍵が必要ね。射液を使ってみましょう。一人で探してみて。私はここで待っているわ。
个东西吗？没有。咦，那我这个卡，看你老师哎，听不？切切切切，看到有很大的灵动力。叫人收息呀，是哟。哎呦，过来鬼，快拍，看不掉。干，没雾。shit， 这样没有点数哦，可不可以再来一次？再吓我一次，好不好？没有。この部屋にあるようね。探してみましょう。待って、ユリ。そこに何かあるわ。This is a book. これが依頼のもののようね。夜になる前に帰りましょう。ここはあまりいい場所じゃない。科一说：“到处乱拍。”ユリ、今回のような物探しは簡単だけど、人探しは難しいわ。影見は、その名の通り対象の影を見てしまう。神隠しにあった人の影は追わない方がいい。見てはいけないものを見てしまうこともある。
Hello， 可以，干挂的贵啊！要再过去看呢，就恐怖的呢。啊！这是僵尸，这是僵尸，这不是鬼，僵尸就比较不会弄他。気持ちいい。拍到了。啊，靠近我！もっともっと。靠外照相机。拍摄院名的时候，一张还有底片呢，干，可不可以用无线底片之类的？不是幽灵，他还有脚走路。哦，四颗星。干不死。我底片了，底片。四颗星，要五颗星了。看来阿克会卖片片了，卖不掉了，这是数位版。给柯一说节哀，没事，干嘛在那边拍秘密照片？那不行的。结果，结果，结果。哎！躲到墙里面去了。
欸，那控制还是搞不太定的。Zinky One， 说不又要听大叔乱叫了。感觉就恐怖了嘞，虽然女生都超可爱。嘿，小弟上。またこの夢か。あの先生、先ほど黒沢さんがいらっしゃって。ああ、ひそかが来たのか。見つかったそうです。本当か？受け取っておきました。哦，终于有一看还要钱哦。就好了。哎，还有点数。
黒沢、ひそかさん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あ、すみません。今、留守にしています。依頼をした姫野です。人探しだから受けるかどうかということでしたけど、いつになるのかと思って。人探し？山に行ったかもしれないんです。氷上山。山の近くで遥かを見た人がいて、自殺の名所ですよ。我只看到胸部耶。遥かがそんなところに行くはずないんです。私に何も言わずに。すみません、黒沢が戻り次第。遅くなるなら結構です。自分で確かめます。看门自己会关起来就很恐怖了，那是自动门了，难对啊。在自己家里的门也不用开那么小心呢，有这么恐怖吗？东西也不要开的那么慢吞吞的，很恐怖。柯一说：“现在豆内订阅要是有音效，阿克会不会吓死？”你讲出来就不会吓死了。哟、干了，也是镜子。对，真的不太敢照镜，因为照了镜子以后就降 quality 了。对。你有看到镜子里面照出来居然只有 480i 而已吗？这个太恐怖了，这个镜子居然不是 1080p 耶，这恐怖耶。
この人を探して氷上山に。氷上山、自殺の名所だという。氷見野さんはきっとこの山にいる。いらないよ。再抓，再抓！切！敢弄死还会更被幽灵攻击。哦，挂得贵。走开走开，抓手手，抓什么手？手蒙到手蒙到。
干一点。哦哦，我会动了。不能摇晃动植物。先躲一下，身体太湿了。到了，秋邦豆，秋邦豆，哎呀，几次啊？崩龟盖，哎，东西呢？帮到，就帮到，哎，没有。可以使用摄影机了。选择底片。太嘴贱，最后过得贵。这，二合一，一起攻击，你看。宝灯啊！走开！拍谁？拍谁？拍谁？拍谁 ？Single set。中！超币。听到声音，无看到影呢。是啊，我讲可以捡了。中，现在也变成敌人。耶！跳下去嘛，耶！快点过！怎么突然有个妹子在你后面？这个不太好。
Voilà. Chiu Wong Do, Chiu Wong Do, ah, 没有。还有这次有那种底片上线，这样就好玩多了。去钓啊！秋风岛没有。上到大安森林公园散步的感觉，要放轻松，没有那么恐怖啊，只是在 K 里头。哦，我 PS5 画面真的是蛮漂亮，蛮细腻。都会都会。看了贵点，这不是人亡的场景吗？哎，干！哦，就这么的，就这么的，不要路遥，赶快退！对，好，黑熊，要黑熊，黑熊，黑熊，赶快进。折剑成电带拳，升天吧！还干还不死？游戏。看这一定会有秋风岛，有没有？就是这种自杀的人，看我写的那一点。解后啊，帐篷内的尸体。
想不到我的哦，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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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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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宾斗者，其实你在前二零退散，来了来了 get 快对了，快走，跑好快，跑比你更快。哦，努亚多，呵，快走！看怎么那么多鬼啊 ！Shit！ すいません。すいません。那路遥了，路遥了。看那个，睡了。什么？池塘是可以走了，可以。ないですね。
图好大啊，这个。山路也够崎岖。哦，拉回来了。好吧。神色是这样。哟，看，来不及拍的，这个小。救蒙豆，救蒙豆，没有。更都一都一，一堆，几堆，好多好多。喂喂喂喂！
干，最终必杀技啊！走，小豆马德，小豆马德，找一个好地方拍，好不好？你们看，为什么突然跳过来？哦哦，三个人一起进嘛，一起，一笑。一笑高中生，亚拜，哎，OK 啊，哦，秋风刀，走开，大沼泽，每次走岔路，我就要想走别的地方，然后又都跨得过。风豆秋没有姓石，花枝 S 说：“安安，优赏你的讯号吓了我一跳。安安，哎，过来鬼！哦，起开！目前玩起来如何？起开！玩起来过来鬼！还有这一弹可以用线底片就好多了。”超爽的，拍到一次拍到爽。对嘛，这种游戏就是要无限底片的，不然怎么能好好的拍照干跨柜？哎呦，那哪个位？干抓到 ，OK。那个无香粉，我干，然后掉到地上去。好，进化成功。
这就跟恶灵古堡有无限弹子一样啊，安心很多。我记得以前玩不下去是手忙脚乱，然后来不及，忍不住就会乱拍，然后底片没了就准备等死了。对，没有底片以后就干。那个人在等，那不是依赖人吗？等一下再去找你，看什么？拍到是人，所以没有反应。到底是人还是鬼？快的鬼哦！ヒミノさん、あんた誰？この山にいるんです。見たんですか？でもいるんです。早く探さないと。手なし。え、誰や。看同班同学跑去游泳，不小心发生溺毙，是不是？何これ。どうしてかな。かすみ，忍者外传吗？私たちだけ。好可怕，他没有手指甲哎。面数不够高，所以没办法。这是游戏里面最可怕的地方。哪里？哪里？ハルカさんは私が探します。我还可以读心术啊。一緒に帰りましょう。还要回去？现在拍妹子比较重要。哎，看，闪光灯你会怕就对了。嗯，嗯，干嘛那么羞怯？嗯。看看你，还不穿内衣，啊，真的是没有表情，说变态大叔，超恐怖了，能不能蹲下？看我照你的胸部，去！不要再逃避了。好了，帮你拍个全身照，你可以摆个 pose 嘛，你不要这么僵硬，好不好？你就停在那里，不要躲。算了，我放弃了，这个不会摆 pose 的。まさか、一人で死ぬなんて。行きましょう。快跟上。我这个还好有指路明灯的嘛，不然我根本就不知道。人走到哪里去了？看地图也很累了，不理他。游戏。等一下我要花钱买泳装，泳装很重要。哦，干妈的，你装过来比较恐怖，好不好？你干他妈装过来，你不会小心镜头不要带到这边的。我被你吓死了，妹子，嗯，必杀闪光枪，咻！呵，干活变态。ヒミノさん 啊干，快跪！因为无限弹，不用怕。哦，好快速度啊！太快了。
太快了，哦哦，三合一，小朋友，快快快！三位一体，呵，快，离阿姨远一点，阿姨不想拍你们。你不是正面，我就不想拍。OK， 又来了，哦，呵，快点，必杀技。对不起，对不起，小三。喂，看能不能散开来攻击，太卑鄙了，太卑鄙了！哇，出现了，哈，中，还一只，还一只，小朋友你要去哪里？小朋友，干！鬼的优势就是可以到处跑。小朋友，小朋友，阿姨帮你拍张照。我看三个头，哦，不起来，不起来。奶奶，我指向那边了，他不是走到这里来吗？そうだよ。どうして？ヒミノさん、ハルカはここにいるんです。そんなことないよ。看走楼梯可以有骨摇。好了，来来来 ，Let's go，Let's go，Let's go， 不要再乱跑了，我又打鬼很累啊。秋风到秋，没有。好正的妹子，为什么没有恐怖的感觉？どうした？ヒミノさん。看下雨了，下雨对情况不利。像在唱歌啦，ヒミノさん。何してんの？あ、看要自殺了。
其实他看到的真是跨得贵。哎，那有，哎呦，后面已经变鬼了，后面还有摄影机，摄影机，摇摆，摇摆摇摆 ，boss， 原来是 boss， 行动线，我黑熊，哇靠，好快哦！在等你冲过来了。因为他自杀了，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人是鬼啊，还是他在做梦。不知道他会冲过来啊。睡。不太妙，不太妙，不太妙，不太妙啊！还好，还好，妈的腿太短了。就到吧，对。我跳远一点。啊，看按错了，靠背。中。要给我拍还是不给我拍呀？哎，这是人吧？为什么变正常人？就。赢了吧，我还没死耶，欸，可是那种没有变那么恐怖，起开起开起开，OK， 进化完成。这个人早就挂了，是不是？因为长得是幽灵，是不是？敢被控制了，好可怕喔，所以挡不起来他才死。哎呦，何やろ？看，所以他刚刚挂而已，是不是？倒在哪里？不知道。もう山から出ることはできない。誰だ？
ここで解けるのです。干他不应该BOSS啊，越全民越能攻击，有可能造成你的状态进入越全民状态一定会减满。全身湿透的意思，打倒所有的怨灵好像也不错。可以赚一点点数。感觉他点数很多，我干。有几百气耶。靠你跪地刀，跪地刀，二个刀刀位。我来来来。よっしゃ。我怎么回家、啊？路痴，他都没有办法指路吗？欸、可是好像没有走的地方，就走不过去了。どこだここ。好远哦！我靠，一堆尸体。根本是僵尸啊，要打一打七吗？近近近近。Zinging One 说变恶灵古堡，变恶灵古堡了，对。跟ちょっとね、喂，我要买个泳装，有个十百千万哦，我有十万点呢，买的。对，听说就是要包紧紧，干，一定要等它湿掉才看得清楚，太机车了。
歌德萝莉造型，现在有好多钱，对，全买了。哦哦，可以。鸟笼戒指。照片很恐怖。一緒に終わってくれますか？还好里面游戏都是正妹。綺麗だけど、なんだか悲しそうな人ですね。ああ。こういうタイプの女の人、苦手じゃなかったんですか？ああ。他にもこの民族学者が調べたものがあるかもな。また黒沢さんに依頼しますか？その場所へ行こう。すぐに確かめたい。こんな時間からですか？場所は聞いてある。あ、敢可以換衣服以後結果我不能用的。遮影器を持っていきますか？まだ使った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けど。試してみるチャンスかもしれません。あそこは良くない場所だと聞いていますから。ああ。な。这个地图好浮世绘的感觉。日が暮れ始めます。急がないと。ああ行くか。氷上山には夕暮れ時に入ってはならないという噂があるんです。大間が時に山に入ると山は別の姿、本当の姿を見せる。入るのは自殺しようとする人だけですよ。アルバムが見つかったのはあの旅館のようですね。先生、その遮影器本当に使えるんですか？一度試しておい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ああ。
连拍哦。綺麗に撮れました？モデル通りで。我不想要拍拍正太。そう。この旅館の旧館、奥にある古い建物は以前は山を祀るお寺か神社の一部だったと言われています。旅館になった後、経営者の一家が住んでいたようですが、氷上山全域で大きな地滑りがあり、土砂崩れで埋まってしまったそうです。先生が依頼したアルバムが見つかったのは旧館の建物みたいですね。ああ、そうらしい。小朋友，不要吓我好吗？先生、ひそかさんに聞いた場所はそっちじゃありませんが。この辺りのようですね。哎呀，没拍中啊！干干，原来是鬼啊！干林老师，结果结果结果，哎哎哎哎，他不是灵异照片啊，是会打人的鬼。你去哪里？挡到我了，挡到我了，走开走开。
神论命。哦，干嘛传到墙里面？喂喂喂喂，走队，走去队，走去队去后边，干干，哟，太卑鄙了，可以穿墙。拜拜。Thinking one， 说睡觉去，晚安。啊，好，小 B 晚安。祝你有个噩梦啊，不是，祝你有个好梦。Thinking one， 说靠北。好的，早点休息。嗯。Thinking one， 说晚安。晚安，晚安。ひそかさんがアルバムを見つけたのはこの部屋でしょうか。ああ。そう聞いている。黑暗中的男人。墙挡住了，爽杀！
开了，你挡路，我已经没有路可以退了。土砂崩れの後、旅館の主人がこの建物の3階に移り住んだという噂もあります。そこで焼身自殺をしたとか、湖へ飛び降りたとか。よくある話だ。そうですね。それ以来、3階のベランダを見上げると誰かが見下ろしているという噂がある。すみません。固摄影机，
刚的那一张照片挺多。开了你，跟小弟弟啊，不是，要攻击小弟。小弟弟，你走开一点的话。
事の後でしょうか。旅館の主人はここに移り住んで。阿不奈哟，喂，你创啊？你们说，瑞，瑞，どうした？結構結構何かいるのか。いるよ、い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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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覚えてないのか。とにかく帰ろう。もう山から出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ここで溶けるのです。you
帰るぞ。好了，我今天直播先到这里好了，打到有点没力。好，稍微简单讲评一下这一次的零，这个如，看，这已经看不清楚了。反正就这一代了哈，这个 PS5 的版本看起来是非常的顺了，不过在操作方面，以前本来就是有一种 KK 的感觉，它镜头晃的还蛮厉害的，所以各位在看游戏的画面中可能会有一种。那个不是因为恐怖，但是因为镜头晃来晃去而感觉到不适的状况哦，这个就比较伤脑筋一点，不过也还好啦。然后它准备就是做慢慢探索的一种游戏。对，那游戏内容应该跟过去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在玩的过程中，因为我之前在 Wii U 的时候，只有在那时候日本大王明在麦卡贝直播的时候就玩了前半段而已，所以后半段我几乎都没有玩。那对我来讲，这游戏也是全新的游戏。国建比吕说，玩起来感觉也是蛮特版。对，那汝窑部分也是它里面有强调的一些点呢、啊，一点点呢、啊，有时候上楼梯会小晃一下下、啊，这个稍微造福一下这个玩家。对，不过这次的泳装直接又加上了这个 T 恤，就是有点讨厌，可不可以把它模组把它拿掉呢？真是可恶啊！以前的 Wii U 版还有可爱的这种性感内衣装。好像在这次的版本中可能就都又包起来了，有是有，但是就被包起来了。对，那我买是豪华版，所以有一些衣服可能后续会解开吧。国建比吕说要买 PC 版就可以模组，版本就会有模组，没错，但是主机版就没有啦，说可以没有穿，甚至可能有没穿的可能，对啊，可以改模，可以改模，对，但这个不行，但也 OK 啦。所以过去来讲的话，可能零系列大概诠释的游戏风格大概是这样，对，拿摄影机去做这个拍摄的动作。不过这一次可能有个简单模式可以让玩家用，我不知道之前 Wii U 版有没有，还是本来就有，因为无线底片拍照的模式就造福蛮多，在这个拍摄中感觉到无法怎么讲，没有办法好好掌握的玩家就非常困扰，对。之前的话，它的那个相片数都有限的，所以如果你拍完以后没底片是很伤脑筋的，就跟2055打到后来连那个子弹一颗都没有，然后的状况下还有至少还有小刀，这个的话好像就没有了呢，对、啊，就 GG 了吧，对、啊，所以这个还蛮 friendly 的，所以要看剧情的朋友，其实在。这次的零的这款作品里面，应该也是可以顺利的过关。原则上啊，看起来没有很难，对，判定也弄得比较松一点，可能是故意的吧。OK， 好，这是移植的作品，我大概是给75分左右，还 OK 的。但可能原作的故事本来是在所谓
分镜跟故事的桥段桥接部分，就是会比较生硬，比较 K 一点。我说 K 不是画面 K 哦，就是衔接的那个故事有一点点叙事方式，有一点点的怎么讲固定嘛？对啊，看起来有一点点生硬。对，不过啊，应该是他的那个这叫什么？jump scare 比较少，对，就是看到耶，那个对，然后感觉上每一只妖怪看起来都还蛮帅，帅哥美女，所以减低了一些恐怖感了，不过也还是蛮值得一玩的一款游戏。OK， 好，那大概直播到这边了。好，感谢我们要帮助一些我们的国健、我们 KT 上、我们的科一、我们的 UO 上，还有收看我们节目的其他好朋友们，感谢你们。那直播就先到这里了。新的游戏的话，我再跟大家介绍。感谢大家收看，辛苦了，晚安。那我们就下次直播见喽。OK， 拜拜，国健晚安，拜拜，拜拜。